打出生起，我就拥有摸屁股获取记忆的超能力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我都能知道他的诉求。找到了，原来你主人是我的邻居啊，那我就好心送你回家吧。是你。对不起。What？ 流氓。摸我屁股还偷我狗。哎我。别让我再看见你。我还不想看见你呢。谁啊？没人啊。是我。你干嘛呀？大白天的，你想吓死谁啊？喂，该不会出事了吧？逼不得已，你别怪我。病情不是很严重，吃点药就好。哦，医生，我内急。你去帮他。哎，我不行啊。哎，要出来了。哎，你别动！我不动，谁帮你啊？我保证不开。哎，不行啊！松开！你不是说内急吗？啊！哎，这就是你对待救命恩人的态度吗？你快走吧！你怎么找到这来了？不对，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你别拍他屁股，你个女流氓！啊？干嘛？难道我超能力消失了？还好没追上来。我的包。把包还我。糟了，办错人了。这边快追。还好没被发现，不然又要被抓回去嫁给一个丑陋的老男人了。对不起啊，这些就当赔礼了。喂。你好，给我开个包厢。你个臭要饭的，吃得起这么贵的餐厅吗？滚滚滚。哎，你说谁臭要饭的？我要吃你们店里最贵的。好嘞，马上安排。臭要饭的，你耍我啊？没钱装什么大款？你忘记我爸把我的卡都注销了。哎呦，小沈总来找人啊。是他，这些就当赔礼了。看着也不像差钱，找个借口拿回点钱不过分吧。哎，等等。那个，本公主只喝38度的水，这水只有32度，你想冷死本公主啊？喂，你泼到我了！哪来的臭要饭的？被本公主泼到是你的荣幸，我可是这家餐厅沈总的未婚妻，给本公主道歉，说不定还能赏你口饭吃。哦，我怎么不记得我沈氏有你这样刁蛮的未婚妻？沈氏，你骗我！我沈氏花这么多钱请你打理餐厅，你就是这么做的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是你放开我，你放开。查一下刚刚那女人。还要跑得快。快看，那是不是大小姐？是她，别让她跑了。喂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。不行，绝不能被带回去。就因为你比我晚出生几分钟，老爷子就把最好的都给你。他在这儿干嘛？家事千金只能我娶。双胞胎？难道今天？糟了！糟糕，被你发现了。裙子超过了35公分，不合格，换掉。这是在干嘛？新来的？是的。不知道今天品牌方牛哥来挑选女网红合作吗？这是新人入职礼，换上刚上的女主可别忘了感谢我。品牌方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？我看是你自己喜欢吧。他是总经理身边的红人，我们惹不起。恼羞成怒了，这不是你们女生惯用的伎俩吗？就是，他们穿这些不就是给我们男人看的吗？对呀，现在开始矫情起来了，为了上位指不定做什么。惯用伎俩是吧？住手！品牌方到了，你们俩快去。哎，我。机灵点啊，待会儿让他穿上。好。牛哥，这是我们公司最优质的网红，来让他们展示一下优势。哦，懂了，你们俩过来。你裙子往上提提，你把这个换上。
这是选演员还是选小姐呢？什么时候了还装矜持？这种情况下不就应该展示一下你们女性的优势？女性的优势不是穿的少来讨好你们男性的？都是工作，配合一下怎么了？就是有些人装着心机，穿少的布料博人眼球，成功了还觉得自己是受害者。现在的衣服越来越短，我看就是因为你们穿的太少，还有脸责怪商家。行不行啊？不赶时间啊？快点，牛哥都着急了。换上它，女主位置就是你的了。心机穿少的布料博人眼球，穿这些不就是给我们男人看的吗？都是工作，配合一下怎么了？成功了还觉得自己是受害者。原来你们公司这么喜欢做为难女性的事情，都录下来了。这次的舆论新闻点，听说你们新闻社专为女性伸张正义，我要曝光我们的公司。女性的穿着不是供你们赚钱的工具，看你这么喜欢这件衣服，不如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。我的秀发啊，活该。迟到打卡，上班第一天就迟到，你竟然还敢跟到公司来。老板，这些都是要处理的文件。老板，你扯掉我的秀发，我踩了你的脚就算扯平了。干不完不许走。都整理好了。还挺有效率的，这些肯定也难不倒你吧。这摆明了公报私仇。注意态度，我可是你老板。我不干。你摔碎了我送给奶奶信用卡的镯子，赔了你就可以走。我一个刚毕业的实习生哪来的钱赔他啊？考虑的怎么样？狗老板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小心。时辰，你都要跟我结婚了，怎么还跟别的女人搂搂抱抱？未婚妻，看你怎么整。你不会是已经两个月了，所以请你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们。你们，哼，搞屁。大瓜，志总和新来的员工竟然在一起了，连孩子都有了。拜拜。哎，我还愁怎么赶走那个粘人精，既然你这么见义勇为，不如就继续假扮我的老婆吧。不可能。看来要假戏真做了。谁呀？老板，怎么还追到家里来了？别想别想，各类霸总小说文都有，再送你们一点小礼物，反正家里放不下也用不完，送你们就当人情了，下次记得还找我。你也太好了吧，帮我们写东西还送我们礼物。用不完的东西你可以挂闲鱼啊，最近大家都在用闲鱼卖闲置，很多九成新甚至全新未拆封的价格都特别划算，我也经常在闲鱼卖闲置，点链接收千金小佳丽就可以找到我。你也可以把闲置的东西放闲鱼上卖掉。哦，我回去就挂闲鱼。不过这女主角是我们吗？对啊，都是以系统为原型的吗？那当然，全是按照你们要求写的，我可是每天都盯着她。看那边，那边。哦，完了完了，她不会是来。我这辈子最讨厌被人用来写狗血小说。不行，我得赶紧逃。你来找我问问佳丽的吧。下手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去扔垃圾。我去换件衣服。背影看着还挺帅嘛。我得赶紧弄。跑什么？你还欠我一本霸道总裁追妻文。霸道的谢景念总喜欢懒惰的杵着小娇妻的头。糟了。你一直都盯着我。这次女主角由你来当。